厉害啦！这种天气，搁会当嗨会起来吼，真正厉害。过来一支好不好？我搁唱嘛，我唱嘛哈。要来一首歌送给大家，这首歌呢，像太阳要安怎讲啊？台语，太阳日头，像日头，同款发炎。发光啦吼，发光不是发炎，我袂讲。叫名叫做日头同款，太阳一样吼。啊，刚是安尼讲，日头发炎，日头同款啦吼。掌声无鼓励一下，无吹一下，好，太阳一样吼。爱情，爱情，爱情，爱情。动算了啊、哦！我烫一下沙姐吼，联络啊！来，有老歌举手。哦，啊，搁要嗨吗？甲你拼落后，今日无要演奏班的，我今日要演奏紧的吼，演到几点？十点呢，已经用坚固啊，坚固。到九点半，唔通过安可哦。你若安可，我会让警察抓伊，吼、哦，警察去来讲，吼、哦，安可啊。继续来回答，按照我的，像迄个啥物啊，招牌要安怎讲？
招牌的招牌的歌曲《我的未来》。哦，不是梦，我已经看到后面有小姐要点歌点这首了啊，哦！我的未来不是梦啊！啊，大家会唱吗？好，一起来了，一起来！这首歌呢，我重新给它改编。啊，原曲呢是张雨生老师哈，啊，我给他改编一个比较快一点的版本。我们掌声最大声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你是不是生活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？
这个阿伯最可爱啊，阿伯进来露脊，大家再掌声一下，你掌声久点，我才可以休息久一点，喝一口水一下啊。掌声越大，等一下嗨到结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。